这件事情就是大家进来最关心的事情。那在野党说我捡到枪，这么严肃的事情还拿捡到枪 来说，这件事情全世界的人都在关心，全球三十几个国家的政府已经都发声来挺香港人了。那这件事情证明了一件事，一国两制确实咦，这么年轻的小姐怎么可以讲好小呢？就好像我年轻的时候讲了"毒烂"两个字，我爸就。